你说像跨年的时候，你如果唱一些歌，底下人会不耐烦，是因为你胖了。像我去年是接这个台南的跨年，是，然后那天真的很扯，就是所有的歌手都大delay，大delay了以后怎么办？你是主持人，我是主持人，那制作单位就说，那不然你以前是歌手嘛，那你有带卡啦？我说还好我有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唱一首什么歌？唱就是瘦瘦的男生呐、啊。然后反应是好的吗？反应是好的。然后第二首了以后，你说底下的人就很欢迎这个，就还蛮欢迎的。然后第二首又唱两个世界，就是这边唱给欢欢听的那一首。对，那时候就感觉大家有点不耐烦了，因为大家是来看什么王力宏啊，哎 ，Olivia 这样。可是他们就还没有来啊！我一个人在上面快唱了40分钟哦。哇，那下面的还受得了？那会被赶下台？对啊，对啊。我很识相，我有一首歌是唱了前面三句以后，歌手一到。好，谢谢大家啊！这个马上再请他沈玉琳出场，所以你心里面有很凄凉，觉得说你堂堂一个歌偶像歌手，竟然自动献唱，观众都不买账了吗？会这样哎，对啊，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你就是在那边搞笑啊，或者在那边耍宝啊，忽然你很认真的唱一个歌词是非常情深意切的那种东西，他会很不能接受，所以就要唱白云那种莫名其妙的歌才行，才比较霸力，比较霸力啊，对啊，我如果这辈子出像那这种歌曲的话，我宁愿退出歌坛了。你现在已经退坛，你不是已经退出了吗？我们是音乐人，现在所以客凡像今天我的作品变冬眠这种等级，像客凡，你的活动量跟柔软度应该还维持吧？对，打高尔夫球的，有打高尔夫球，还有这个跑步啊，或者是就做一些这个重量。我们现在那个穿了很笨重的衣服，这位你可以示范一下那个吗？哦，没问题。这个就是跳远，立定跳远。是的，最主要是要考验你们的这个小腿啊，对的这个爆发力，小腿跟大腿的这个爆发力，瞬间爆发力要出来啊。OK， 来哦，好，随时。哇，厉害！太夸张了，陈耀杰，轻盈哦，240公分了，好不好？我还没有暖身，我还没有暖身。快点往跳远界发展呢！对啊，你好厉害哦，而且你还穿这样，你可以变国手。国币嘛，国币。马国斌看看，240哎，哇塞，马国斌应该可以跳很远。OK OK， 不要太用力哎，刚好就好了。厉害哦，当爸爸的可以吗？加油，哎呦！手那个手，对手那个，如果真的讲的话，这个就是手。对了，两手要往前，对，手不行，马国斌。对，来一下，几公分呢？来，再来一次，去讲。白云，你回来，你是参赛选手，你在假装工作人员干什么？对啊，假装暖身。哎呦，好，等一下，好，来一下。大爆笑，对啊，那随便跳都赢你。这干嘛跳？这个走过去就有啦。你赶快趁机会，你现在只有白宇会跳出你而已。对啦，这一次吗？再一次。哎呦，不要再倒下，你不要跳太过分啦，撑住的，撑住就好。都赢他。对啊，重心往前。不勉强，不勉强。好，往前，很好，哇，大概200啊。对嘛，厉害啊！哦，好惨。接下来，弄弄你厉害吗？我还好哎。哎呦！以前要怎样？你最好是跳很远，你在那边毛病很多哎，要叭叭叫哦。好，哇，他几乎跟那个好远哦，看点差不多，厉害。因为这个其实有技巧，什么说？就是往上，你要往上飞，往上手要整个拉直，在空中要挺腰，身体才会跟着。可是人家以为往上会站不稳，就会倒下。对，你要尽量往上。刚才手没拉直的，OK， 好灵活哦你们。那下一个应该玉林兄还好吗？我 OK 啊，我以前在那个体坛有没有？你在花团吧？我在体坛，人称弹簧腿。哎，你眼镜会不会飞掉啊？不会，没关系吗？弹簧腿不会，可以的。不要受伤哦，玉林哥，你去掉，不要再讲。好，马国斌后面，马国斌少一点点。没有，对啊，对啊，嗯，对
对了，你把手臂少一点。要不再一次试掉？好担心哦，白宇可能会跳很远。等等等，再一次叫，再一次叫，试一下试一下，节省时间。手要拉长，手要拉长，手要拉长。好，不要动哦。哎。一样啊，你以前有用体弹过吗？我太久没运动，太久没有。特凡，对，特凡，应该 OK 吧？ OK， 我没有跳过这个哎。这好像要对要拉一下，然后拉整个身体延伸往上，对，好啊，到这里，到后面，到后面中间，对 ，OK， 哇，有希望了，小飞象，看一下小飞象，哦，白宇哥，小飞象，哎，超线，超线，超线，拉的，对呀。小包看你的实力哦，去哪里啊？加油加油！哎，还不错哎，还不错啦。没有看到，要定住啊！好好好，要延伸往上，延伸空中要挺腰，对，挺腰，空中拉杆，挺腰，脚要收，停哦。跟玉林哥差不多哎，真的耶，差不多，还不错啊，白云，还跳得动。你还好吗？还可以，可以。跑掉了。回来很安静，感觉好多了。是往前的啦，有一种生命燃烧完毕的感觉。成功三次，不要跳一次就够了，跳一次。